你怎么回事儿？咱就不能认真点写作业吗？你小祖宗能把人气死！行了，快点，小妹。哎，来了来了，你稍等一下啊。 这孩子跟你说多少遍了，咋就不听呢？你想把我急死啊？行了行了，写个作业磨磨唧唧的，你看。江寒，就不替你马好，是不是？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别生你妈生气，听见没？哎呀，你还在玩啊你？我没玩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。 你之前说你喜欢星星，我又摘不了天上的星星，只能折纸星星给你。看着天干啥？能掉钱？我看星星，可喜欢看星星了。哎，小时候我还想着把这星星给摘下来呢，一闪一闪，真好看。 我听，是妈妈错了，妈妈错了。快乐，快乐。耳边，只是一瞬间，分隔两边，再也寻不回的永远。